我今天做的大大小小来到心脏健康，主要是你心肝健康。民间传说习俗，沙妈就是负责在收拾那些妖魔鬼怪。所以说，刚才大家看到他的鞭炮也是吃的最多，他也就是法力最强的一位，专门就是对外在应付，在收拾那些不好的东西。但愿你从前进的心，向沙妈来敬礼。说出你心中的愿望，祈求能天祥兴乐，能波庇，能开心夜晚风，能开心夜晚风。能再度感谢，但你要养你，你一小兄弟哦，天天打我英雄，我每年也都出团哦，来敬酒来的沙妈。也保佑我们家庭的财产更加幸福安全，我们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这一笑兄弟。我们的平祥善良性感之君陈真秋，性小福性正秋有会不及性高万的男是否在八九年后面上新鲜的大家健康快乐祝高高兴我好彩来，我们的沙妈哈，来，今天我们全部的那些平安料给。